家好，我现在在片场等待中，然后最近有款游戏叫做人类一败涂地，我想玩一下，哼哼哼哼哼，给大家做一下测试，看看我这个游戏败类能不能玩。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页面了，点击开始继续，因为我昨天已经玩了一下了，它会摔在一个地方。哎，我去哪里？我是谁？我在哪？哎呀妈呀，我是咋过去啊？不是他怎么上去啊，他就掉坑里了，不行，我要再回去一下。 1, 2, 3 yeah 1, 2, 3 OK， 他这个跳吧，一直跳过去吗？哦、oh.别过来，回来，你个大傻子，回来。哎，我就特别不会这种操控这种电脑类的，就是我是个游戏白痴。在这个关玩死的，这个人是瘫着的吗？能不能有点力气出来出来？哎，我真的是笨呐，我可以的。你瞧不起谁呢？我跟你说，你瞧不起谁呢？看到没有？平稳降落，平稳降落，非常优秀。OK。意味着我要重新再跳一次，是不是？我们爬会树吧。走走走，爬这边，爬这边，走，咱爬这边，咱爬墙嘞。哦 ，cool。神一样的对手，只怕猪一样的队友。我就是那个猪一样的队友。加把油！呀！哈哈！我就是个天才呀！哈哈 ！Go！OK，Go！ 可以 Go！好了，这个游戏。人类一败涂地，我一败涂地，失败，最后以失败告终。你想玩了，一点成就感都没有，连个坡都上不去。